这里的击球点到底在什么位置？正手踢球有哪些注意事项？如何才能掌握正确的发球动作？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肖杰教练手到病除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彦章，今年35岁，我打羽毛球已经有10年了，但是从来没有经过什么正规的一些指导。在我打羽毛球的期间呢，也发现自己一些问题，所以呢，想通过这次学习呢。 提高一下自己的羽毛球技术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什么困惑？自己条件的限制吧。嗯。有时候我老觉得自己好像力量不太够。嗯嗯。尤其有的时候被人压到后场以后呢，回球比较不到位。哦，这样子，先打一下，然后我看一下。嗯，好的好的。来。 我刚才看你打了一下，我觉得你步伐很灵活，你跑那么快，但是实际上你并不占主动。那么我觉得你关键的问题就是说，你的手上的击球啊，没有对对方构成很大的威胁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打点很低，本身你不是很高，如果你的打点还更低的话，你的球出去以后，由于矮，它过网有个抛物线。 速度就慢了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你发球的时候啊，你动作不是太协调。那么我现在呢，跟你讲一下，就是这个动作要领，你怎么样把你这个击球点提高，饭前，你首先这个后场球啊，开始的时候，首先你有一个准备侧身。 侧身单球下落的时候，这关键的一点，第二步，你的手肘要上抬，手肘要一定要上抬，上抬到几乎以头齐平的高度，这个高度，我们所叫的引拍，手肘上抬，小背自然的后倒。击球，你看，如果你的手肘没有上抬的话，你如果手肘到这，像你刚才一样，你就这样弯着手打球。 那个击球点就低了，那么我准备姿势，手肘上抬，小背后倒，引拍，击球外旋击球，这个手腕要立起来，手腕外旋，击球下来。 击球点是在右肩的偏后了，等于在头顶的上方，大概有点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击球。那么正确的击球点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头顶球，如果我打高远球，那就在我的右肩的头顶前上方这个位置。那么吊球呢，稍微10公分往前，这个位置击球。如果杀球的话，还得在前10公分，这个位置，角度才好，你才能够往下走。 球的时候是手腕是塌下来的，就有点像这个角度击球。那么我现在你要立起来，你吊球的时候，它击球的时候它是斜拍面有个包切动作。
那如果你这样子去打，靠你的手腕，他那个球就速度不快，不接。你如果把手心空出来，你看用手指往下抠，最上方一包贴，这样一个角度，他的那个球就会向下去。您刚才说的要最高点击球在身体前面，原来我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可能自己做出来就不是那样了。你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练习，就是借助这个球碗，你要想象这个是一面墙，你的手肘在转的过程当中，手肘不允许碰这个球碗。你看你这样一转，强迫把这个手肘就抬到这个高度，你接下一个动作你一打，不就很高的最高的击球点了吗？你就做这个动作，你看准备转，准备转，不允许碰墙啊！你来试试，靠近场地，哎，准备姿势，准备这个左手抬起来，这个左手准备，哎，好，走，好，再来，准备，好。比方说你在家里，你就可以在墙壁的地方练习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次的练习，你习惯了把这个手肘举上去了，然后到场地上呢，你可以呢先开始做一点打一点，让你这个动作再固定加固巩固了以后的话，你可以加大一点难度，两点打一点。那么之后呢，你可以呢再进一步呢怎么样呢，你结合到前场打完了以后，就后场变成三点，甚至于四点，更多点的进行这样的练习。这个好一点，然后好，走，高一点。太矮了，好，停，这个好。小王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你可能理解了，第一个就是把手肘往上抬了，但是你刚刚还抬得不够，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清楚了，你能够往上抬。那么要打好这个劈吊球，除了往上抬了以后，真正的击球那一下靠手腕手指，你看我的手腕手指这样扣住，两个食指拇指扣住，这样切，有一个这个动作，最后的手腕上，你看这个动作。如果你打直线的话，击它的右侧，你看这个不是在右侧这样包切，右侧部位包切。如果是你要打斜线球的话，击它的后部，切，这个位置击球。打球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意识，想着迎着球击，高点击，制高点击。